家好。我炸咯。哎，细佬，炸，怎么，怎么讲？哎，细佬，多杀，多杀，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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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系李玉玺。台湾型男王大陆同埋李玉玺齐齐嚟到香港宣传新戏《我的少女时代》，哇！见到入面啲 fans 人山人海，就知道有几虚撼啦。之前喺台湾嘅票房暴跌，王大陆即刻率先脱掉俾大家睇。你今次嚟到香港，如果再暴跌，冇理由咁大细超啩？不要落香港嘅票房。他在问你，我错过啦。系啊。那你会做什么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问你呀、啊，问我、啊，推我去冰楼。我们讨论啊，对啊，我们公司再讲一下，会啦会啦，如果很好，一定会。考虑什么？脱掉？不会啦，已经脱过了，就是去 Google 啊，上次已经问过了。不用再拖了，其实香港票啊，到时候再做其他的东西，对啊、有新鲜感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其他演员、啊，像跟台湾一样就没分别了。这部戏不是我一个人演，你们知道这部戏有别人演员吗？对，对男主角吗？对啊，也有女主角啊。虽然女主角拖、啊，女主角拖、啊。到时候我们再决定好吗？啊、等票房好了，到时候我们再决定，再公布给大家。谢谢。